请问买医药保险时，因为有肥胖问题，保险公司会在 standard premium 加 premium 才给你买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如果买了保险后之后成功减肥了，可以 fight 回 standard premium 吗 ？OK， 第一个问题是肥胖的话，如果你的 BMI 真的是超过30以上的，基本上都有机会被做 loading 啊，就说要加 premium。OK， 然后加的幅度就看多肥咯。然后如果是真的很肥的话，可能直接拒绝的。然后如果是买了保险过后减肥，恭喜你是可以 reduce 的，但是你之前给多的就不能拿回来。他的身材这样标准啊，他讲这个肥胖的不大对。你看我这种身材，actually 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是 top agent 啊，我买保险是 loading 的，价钱都是给。那如果是他很肥啊 ，BMI 超过40，超过40的话是 reject 的，不能够买的。40以下还可以考虑，35以下。可以考虑医疗卡，30以下是 standard 的。对，所以都可以买的。如果你减肥成功， okay. 你就马上跟他申请 appeal， 可以，然后就可以 remove 了。OK，